观众，再升级一次，整个再升级一次。501米博搭配了 Will Be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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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整个智云的 Will Be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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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萌萌的合体了，310公分。如果说要做到高度呢，可以做到380公分高，但是要配合下面的脚架拉伸。这个是一板三开、一板三收的一个脚架，501拍写605、605A、605A 哈。那这里是录影拍照，控制 EV ISO 下头，控制相机的，还有变焦、录音、录脑都在这里控制。这里是直播监控，加上直播，直播监控、直播监控、直播接控。那这是厉害了，我的幽蓝紫。很厉害的这个 R89 跟悠然子很厉害的这个绿格悠悠绿格的这个蟹钳，超好用，超可以信任的。Pocket Monitor 4K 的，一整个都是好东西。那么收起来移动的时候只有120公分，整只摇臂真的无咖喱 cake 啦，好东西。星期一呢，将帮大家进行完美的最终直播，锁定直播 pin up down， 整个501摇臂系统搭上了威比，称之为厉害了，我的威比501啊啊，威比501摇臂啊，就这样讲了，威比501摇臂啊。好啦，叫 WB 摇臂系统，因为 W 威比的公式比较大，叫 WB 哈、哦，这个系统叫 WB-1 哈、哦，全部考虑在内，直播也 OK， 轮音轮到也可以 WB-1 摇臂，谢谢大家，太感动了，太兴奋了，太开心了。太愉快了 ，WB 摇臂，这个价格绝对是惊天动地，绝对是领先世界的。我们还没有跟你讲，还可以监听哦。我跟你讲，我不客气说还可以监听，我告诉你哦哈。所以呢，整个系统是啊，锁定追踪拍摄，然后。360度无限位，然后轮印加轮奥 ，OK， 然后触控对焦，然后收音，然后1:2分配器，电力供应系统，直播 monitor， 截取卡也会挂上去，现在还没挂。整个系统的控制系统就是包含了轮印轮奥 ISO EV shuttle 录影拍照、声音监听、摇臂的主体升降、左右 pan。监听耳机，几百百。对了，几百百。好，这些605A 米博三脚架，高度可达170公分，170公分，再加上前臂175公分，理论高度是360公分高，可以到360公分高啊。一般的屋子也不过3.2米，像我们这个屋子啊，我们这屋子才3米。